刚有声音了吗？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？有了。那个没关系。好啦，我要放音乐喽。可是我脚有点抽筋。等我一下下哦。因为呢，我还没有吃饭，我可以先吃个饭吗？我吃泡面，我好饿哦。很大声，等我一下下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筷子。太饿了。那这样子我很紧张的。好啦，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呢比赛相当的精彩。你们知道是谁拿冠军吗？没错，就是何家门第一。那今天其实就是展展很难，不是，那个谁很难过，那个阿明很难过啊。我先吃一下。那我先说说看第一名呢，其实第一名其实大家都还蛮出乎意料的，是那个听说他是候补选手，因为前面就是不行，所以他就补上了，立刻补上来，非常运气好，然后立刻也就回来了。就后来他的表现真的是太好了，就是他最后的总冠军赛跟香港那个选手，他们几乎是按 F， 谢谢。我肚子好饿，再吃一口。他转得非常好，最后其实交换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倩倩说有一个秘密的，就是积分，然后是交，然后我就知道是交换，因为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说一定是交换，不然干嘛不讲？然后。其实我觉得他转出还不错，而且很冷静。那我觉得比赛就是要很冷静。那 Garmin 其实就是很可惜啦，不过就是他是我们心中的第一名，
那非常厉害的是奖金还是有留在台湾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知道女将的群组啊，又是按照小雨了。你看，大家因为我们有那个妹黑的那个群组，然后就说什么明天请支持香港，明天请支持香港，屁，请支持台湾，谢谢。但台湾呢有欧小倩和展展，你们要支持谁呢？绝对要支持展展的，欧小倩就让他拿50,000就好了，而且50,000还要请客哦。所以你们还是要支持。来讲一次，台湾展展，台湾展展啊，很蠢。那我先吃一个，我好饿、哦。说不在意怎么可能？赢的有500,000，第二名有300,000，第四名是50,000，50,000和50,000，你要选一个50,000还是50,000？当然是50,000啊，会差，当然差很多啊。然后呢，我要讲讲看为什么我今天吃泡面。因为呢，刚刚演唱会结束的时候，本来要跟欧小倩、展展还有那个几个选手去吃饭，然后呢，我就说好，那去吃饭，就走了大概10分钟吧。他们居然说，他们买卤味回去吃。那我心想说，那我跟你们，我怎么可就是我说我如果买卤味回去吃，那我要怎么吃？我还没吃饭呢、欸。然后说好，坐电车回家，我就坐电车回家吃泡面。所以是谁害的？我坐了，我妈本来要来接我的。我妈本来要来小巨蛋接我，就花400-500坐电车回家，还没有吃到饭，超生气的，王什么的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欧这个欧叉啊，欧叉线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欧小倩的事情。小倩呢，就是。我知道大家就是小倩常常会比较胡言乱语，然后他讲话就是很不真，可是其实他真的没有跟我在一起，而且他也没有喜欢我。然后他跟我也是就是很同事，就是我们每次就是互呛，呛完之后我们都没有出去过，也没有下班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节目效果。那我知道有些人会非常的，如果你只是开玩笑就好，可是好像有一些会骂得很难听。我想说。就是不要这样子啦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不能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嘛。那人家也是做效果，所以对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开玩笑，你知道，不能随便就说啊，我要娶你什么，这对我来讲是很重大的名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没人敢追我了，其实本来就没人追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先。他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喜欢我，他只是开玩笑而已。是所教得第一名。我会这边说是当真，那有人当真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这边再讲一下今天的演唱会啊。今天有谁去呢？有小雪、星月、双鱼宫、娜美和 Alice， 还有我、萱萱、宙斯。小乖，小乖，小雨、若影、登田都有，大家都有去。然后今天有蔡依林，那演唱会其实相当的精彩。第一个 Alice 一开始就开始唱那个，反正超好听的，然后就开始失恋无罪，寂寞那个很好听。然后第二田馥甄尖叫。真的是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爱不到结果。你也很懦弱，凭什么要沉默？夜长梦很多。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好啦，
然后最后蔡依林超嗨，整场不行的嗨到个反，就说你们，我看很多座位都空，就你们没来，真的是可惜到一个反调，真的是蔡依林一手大艺术家，然后立刻唱慢歌，超强，不知道谁安排的，我就说哇塞，一口气不喘，而且他的声音，我真的一开始没有很喜欢蔡依林，还好，普普不是讨厌，就是普普，就可是后来呢，他居然就是声音跟 CD 完全没有两样，强不强？强不强？根本就是。真的很厉害哎，而且就觉得真的太神奇了，然后就米娘，我的手机，米娘什么的，蛋让我反掉了，就是我跟你讲，你们没有来，真的是，你们怎么会没有来？虽然票很贵，我也知道票很贵，真的是没人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明天你们谁会去啊？而且我们人超好的，就是。演唱会结束，只要遇到我们都拍照了，都人超好的。明天也会拍照了，而且我们还会提早去。对啊，等一下先。我吃不下，抢到翻掉！你们有去的，你们自己讲。蔡依林有没有这么嗨？是什么？我那个他唱那个《爱无赦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女将整台站起来，就是。然后就什么 go go sister go go 那个，然后结果后来大家跳了第二个那个副歌的时候，萱萱跟我讲说巧巧我累了，我说你累了，我也累了，但是蔡依林她唱了好几首，她都没有喊累，我们怎么可以喊累？我们最后首才站起来，所以我们就坚持把爱五色就是超嗨嗨到翻了，真的。明天不一定会直播，我为什么会今天直播？因为明天不一定会直播，听到了没？因为我明天可能要去吃东西。而且我最神奇的是，我没有跟蔡依林合到照，你们一定是觉得说我们有跟蔡依林合到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合到照，超气！之后倩倩有合到照，给你们看倩倩，她居然跟蔡依林合到照，真的很神奇。你看我们全部都说。你看有多羡慕，你看有多羡慕。哇，我也好想跟蔡依林合到照，你看，好羡慕，全体说超羡慕的，真的。对，有直播的话，花钱是傻子吗？真的嗨到一个翻掉，比赛而且超精彩，没有影片，叫我就花钱，没有影片，超。我真的，你知道我其实上次五月天演唱会什么的，我都觉得我还没这么嗨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嗨到一个反调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这么嗨耶。对啊，我真的很会跳。我真的很羡慕哎。给你们看，真的，好想跟蔡依林，好想跟依林，我想跟依林合唱，立刻现在来一首。对啊，手也是人体的一部分。那这样子我很紧张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宕机了？你就不要想起我。真的是还敢羡慕，不是你听我讲，维尼他也要去，那今天没有他，没有那个，他今天有事。那维尼呢，其实他已经要离开那个台湾，他去澳洲念书一个，澳洲打工一个一年这样子，或是半年。那我这边你们看一下，好啦，不要说我对小雨不好，小雨有参加一个票选啊，然后你们就帮他投投票啦，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帮他投一下，按个赞就好了，好，带我的粉丝团，不是小巨蛋很嗨，嗨翻，嗨到你翻掉，可是五月天是很亲民，真的，
明天去，刚明天，明天我们会提早到。那如果说好啦，大概几点到呢？6点，六七点会在门口。如果有遇到的话，就拍照吧，就去人家那边。好啦，偷偷跟你们讲。超强！你们有没有去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去啊？我很想跳舞给你们看诶、欸，姑娘，怎么跳？什么？哦，很厉害，他想的很厉害哎，好热哦！什么东的？超厉害的啊！今天还有成员期哦。我真的觉得，好啦，原本没有很看好的，我就觉得说，谁要看神魔加演唱会，谁要看？而且我原本打算，想说神魔应该出不起钱吧。天哪！还是听钱不准的就好了。我觉得蔡依林就是看现场。这个可以听不对不会，超好听。对，就那个蔡依林真的是上现场的，然后 Hebe 真的是很强。明天是小仙和展展的那个比赛，那就是真的啦，就是大家请帮展展加油，千万不要帮我冷，好热。对啊，我就心想说，蔡依林大概只唱三首歌吧，大概就是因为蔡依林就这么贵啊，可能唱三首歌就不能再多。今天居然要唱5首，还带动才到5群哎、欸，真的是成本花很大。Hebe 也唱了大概蛮多首歌的，而令也大概唱5首吧。超嗨，整个嗨到把它比赛，比超精彩的。为什么金额加他？因为明天可能不开。真的是很嗨耶。然后我跟你讲，陈妍希上场的时候，大家说加大陈妍希，我以为陈妍希安静，然后说啊加他要解放了，安静。啊谢谢陈妍希，人家超讲了安静。然后蔡依林，那蔡依林上来到最后一个压轴，哇！好了，这边搞不好陈妍希的粉丝不要这样尖叫，你们没有去真的是信号不好发出来，反差了超大，真的超大，然后还有明天，对，算是自选卡片，就是以自己卡片的排出这样，对，魔法师的梗还蛮好笑的，因为尔令刚开场就大家可能有点害羞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唱歌，而令真的唱很棒，就是有点害羞，然后就站起来，安静，站起来，安静，然后就出来的时候，那都说，因为他们都玩神魔，那可能就他们要听到魔法师才会害，但魔法师啊，
然后所以我另一半就说我要唱一首歌，叫什么？魔法师尖叫。对，真的，好希望在后台可以我临时碰到蔡依林之类的，明天希望可以碰到 Ella， 我超喜欢 Ella 的。那个啊，我脚又扭到，我很嗨，我一直很嗨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很嗨？我一直出来说不要拦，不要拦我，不要拦我！我说我拿我的风出来，我放冰霜射击，不要拦我！因为那个工作人员一直要赶我们出去，我心想说赶我，真敢赶我！然后老板就说你就跟他说你神魔女将啊！我说我跟他讲是什么，就问他说不认识我怎么办？对，超尴尬，因为没人认识我啦。然后我就说不要逼我拿冰霜射击出来，我要反击嘛！真的，然后。明天就是把，对，我真的脚好痛哦。明天的话就是跟红玲、萱萱还有 Winnie 一起去工作，啊，这是一个我的爱的组合，超爱萱萱、维尼和那个红玲，真的是，我脚都扭到，我脚趾头好痛哦。天哪，脚都扭到了。我心想说今天第一名50万，我就跟他说50万，我说早知道我就参加比赛干嘛来当女将啊，50万我当女将还没赚到50万呢，早知道就去比赛啦，谁要来当女将啊，很搞笑。对啊，明天做规定区。对啊，然后如果攒冠军的话还是会哭，就可能在那个后台很大就是当妈的一个心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觉得鞋子可能穿太高了，脚好酸哦。然后就是明天不要再泡沫窝中线了，好不好？他真的很可怜，他真的没有喜欢我，我就脚抽筋了。我到底早知道抽筋到什么时候？等我一下，脚就抽筋。也不是不能报名啦，但是他们没有叫我报名啦。挑衅冠军啊！我又抽筋。睡不着的，我就赶快睡，反正你也不会得第一名。十破绳，十头人，两木根。你听完拍那个田馥甄，觉得不能不唱歌不行，一定要去夜唱，真的要去夜唱。而且你们搞什么？这么晚你们还在线上，是想不想睡觉是不是？真的是。各种抽筋，抽筋都炸掉。好了，玩一下，玩一下什么？我真的觉得你明天要去啊！切，你们看，我还有 SHE 的棒棒，真的看得到吗？就是明天 SHE 唱《热带雨林》的时候，冷风过境，思念冻结成。我的付出却都要不到回应，或是唱猎人未满的时候，有那一首猎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要变怎样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，只想这一场，好啦之类的。Hello，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有很多粉丝看到我都说佳佳你本人真的好漂亮，真的，就是我本人真的好漂亮，真的，我本人比较有气质，你知道吗？
本人非常的活泼。真的啦，我本人比较有气质，不相信我们明天来看就知道了。明天真的，我在全家等你们 ，OK 吗？说好了，全家那个小巨蛋，全家还有那个麦当劳，我本人真的比较气质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灵魂都给大家拍照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急。要说什么嘞？就是跟大家聊聊天，那就嗨啊，没办法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好暧昧了？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讲，本人是不是很有气质？那个有看到本人老实讲，老实讲，他的 SH 也棒，真的有点丑，敢出来讲啊？在全家有等 OK 有 seven 吗？这是一个绕那个吗？爆满！真的，明天是叮当 SH 和卢广仲，卢广仲真的还好，这样子是有点得罪卢广仲。其实还好讲，现在给我退出聊天室哦，不要看啊。然后有叮当，好，那我今天呢？好啦，来抽卡好了。希望可以抽到双鱼。四百金哎！这是什么？水汽油吗？啊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今天很适合抽卡，因为今天心情真的超好的，所以我决定把魔法全部领出来，超冲动了没有？很可爱耶，萝莉肌哦。好啦，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，今天这么开心，没有拿东西送大家行吗？好像今天会抽出三位。要三位好了，一位好了，那这样会不会有点小气？好了，抽一位送45颗魔法石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一位送45颗的魔法石，立刻可以出的那一种哈。可是你要怎么玩这个游戏嘞？你送45颗还蛮嗨的耶。然后再送 B band 的白金卡好了，不是那种是纪念的白金卡。我觉得送45颗会不会是太夸张？一个人是送45颗。我在想怎么抽。送合照比较有兴趣，我觉得他们对我好像比较有兴趣。没错了。45颗，
我绝对不会那个送那个叫什么叫聪哥的，还有杰森，因为他们刚刚说我长得还好。你知不知道？吃人嘴软，拿人手，我没办法听到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人家拍我嘛，真的。那个刚刚讲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魔法师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我这个人最记仇，不要得罪我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还有好友那个。抽，我可以抽。好。啊，金卡。最繁华的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？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？啊，金卡。最肮脏的垃圾场。巨像嘞！忧郁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，最潮流的世界，无人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。双鱼。白金手没有白金。好，啊，这个波塞顿。加倍吗？哦，没有双鱼加倍哦，好吧。好，啊，今天呢就是的，阿北送的。好啦，不然我来送一下石头好了。怎么送？宇宙狂欢在沉默，总有最闪烁的星星，某一天消失，让它怎么送？某一天诞生。好啦，我先打那个，我和你，先打四杯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天转剧真的太神了啦。我问你们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过吗？你们觉得呢？今天这样子比赛的那个，我龙队，我跟你讲，龙队哦，我要玩龙队早就晚了啦。你看之前抽卡。抽350颗都抽龙石的，龙石加倍啊！我龙超齐全的。对啊。刚刚才告别了冬季。想一下要怎么送你们？
你们觉得怎么样送比较好？好啦，不然这样子好了。等等，猜我抽卡好不好？猜我抽卡抽到哪一张好不好？猜到的送45颗魔法石，只剩第一个人猜到的就送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还没说好留言留在哪里，你们千万不要先去我那边私讯我，千万不要，因为我不会用私讯的方式，我不要这么笨，我已经不想再重新用私讯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想要吃45颗魔法石的话呢，你们就乖乖的等我打完10杯，谢谢。今天比赛觉得很精彩吗？你们觉得？你们觉得今天有什么要改善？我绝对，你们千万不要再去我的那个粉丝团或是个人私讯给我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再用那一招了。老梗完了没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今天失控了多少人分享？1004人，你们只要蹲，你们只要跟其他1004人比就好了，是不是还蛮容易的？其实没有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们赶他们走之后，奖励就是你们的，可以吗？没有，其实差不多。我想要听一首。如果我去比赛的话，应该是我的没有啦，当然不可能的，这么难。是，然后过一天就可以是不要去。把女人送送什么？明明今天还蛮有啦，今天有很多女将。如果想象你今天是要去约会吗？我说哦，对啊，我今天跟女将约会，我今天跟那个女将约会。然后我说对啊，我就说其实你看，你在跟我打招呼。其实你看，弟弟他在跟我打招呼，弟弟他，其实你看他在跟我打招呼。好了，我很白痴，我都觉得他在跟我打招呼。刚好，这前面一分钟才会那个，不答应哦。哦，好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如果我破10杯的话，我加送2名45颗的那个奖玩家，好不好？你们最好祈祷我破。如果我破的话，就等于说送3组45颗的玩家；如果没有的话，送1组，好不好？是哦，没错。谁呀、啊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小雨。我知道，赵，我是在跟你们聊天而已。
反应凑成吧。所以就觉得他们今天真的是 ，Hello 佩玲姐，每次讲佩玲姐，我跟你去唱歌，就是唱的还不错。还没得到，还没得到，我还没说怎么发放，我只是说抽卡，还没有说方式怎么可以回答问题，所以还不要紧张，等我打完十杯，我再公布说要怎么弄，好不好？等我打完十杯，好乖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明明你也最爱我，明明有爱过。别找梦太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到时候你就是呢，我知道好像有人听不懂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打赢十杯的话，就打赢这个十八回的话，就送三位45颗魔法石得主。那如果没有打赢的话，就送一位。那抽的方式呢是以抽卡。那如何回答我抽的是什么卡？我还没公布，也还没有。所以你们要看我如何打完十杯，再跟你们讲说要如何得到这个魔法石，可以吗？如果你觉得太难了或是很急的话，没关系。那个右键，是左键，右键是左键，然后这边有个叉叉，点下去就对了。然后赶快去睡觉，明天看演唱会哦。真气质。这个超好笑，到底怎么了？什么？今天感觉好像有火气。到这个超好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香港人可以拿？可以啊，香港人为什么不行？你知道我家有网络啊，有个网址，按下去出资就可以了。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。我能有多骄傲？不堪一击。各种夸奖是不是？马来西亚也可以，然后新加坡也可以，如果你是在非洲的也 OK， 比索比亚的也 OK， 美洲也 OK， 知道你要玩什么？世界各地，你如果你是阿凡达，不同种族外星人也是 OK， 好不好？知道你要玩什么？你能充值，这是序号，可以吗？有个叉叉点下去，他如果不够可以。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明明你有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也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别找梦太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明天要出阿凡达，可能会出阿凡达，好像会耶，阿凡达二吧。我真可以。
今天如果是三岁儿童，你有在玩什么，我也 OK， 不会说十三岁还 不放你进去，有没有？那美特斯也可以。那如果你是在那个龟仙人、龟仙岛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啊！我想骂脏话，我不小心转了，怎么办？我聊天聊到都你们啦，都在聊天。好啦，送45颗好不好？来哦，看哦，认真看哦。一人限定，你是作答，不可以编辑。送魔法石，送你。好，今天两点，今天是8月17。好了，开放到2:15啦，你们有时间。然后不可以编辑。对呀，一个人猜两个答案啊。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。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。心，我能有多骄傲？不堪一击好不好？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。
好，要抽卡咯。到2:15的时候抽，你们快打吧。我去倒杯水。在，刚不是在粉丝团。这里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五星海双鱼，四星海拉，这样子要能辨认哦。应该是可以吧？出过2000本算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不管啦，反正给你15颗，你如果不行的话，就自己想办法卖掉之类的，也可以啊。问题是拆我的筹码。1:45，1:45，2:15走筹。峰哥，虽然他好帅哦，我也不喜欢他。哇，有点多人哦。来看看，那我来点点名好了。曾静环是谁？曾静环是谁？我跟你讲，参算一下水屋，你们时间如果比别人慢的话，就是水，一定是只有一名了。曾静环是谁？问题就是我真的抽的卡是什么？请作答。可以，好，如果你三留言 OK， 反正2:15不能编辑，你要三留言就三吧，无所谓，反正2:10我就抽卡，好不好？因为三留言没有关系啊。万一都没有猜到，就抽到猜到为止，好不好？曾静涵是谁？问题就是，我真的抽的卡，2:15会抽一张卡，猜猜看，我抽到的卡是几星什么东西？我不要再讲第三集哦。现在悄悄粉丝团，我刚刚明明就有给大家看，你们都没有注意看吗？曾静环是谁？好了，没人理我。林能空，本来想说可以帮大家，就是这个不认识，张少祥认识，跟上次一样的。陈胜，来看。一家啦，曾静环 ，Hello， 整个延迟哎，你是第一名哎，45颗是公关票吗？是公关票的不好听，但是我有45颗，因为我公关票有给我那个朋友看，他们没有喜欢那个魔术师的，这样可以讲吗？编辑只能删除重来，但是不能编辑。谢谢。再说一次，只能删除重来，不能编辑。2:15超过就不行了。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再继续问。我现在去拿奖品出来。好，一抽水壶很衰，有大概有50个猜，有10个猜水壶的话怎么办呢？第一个等魔法师时间。
坚定是最早的。第二个就送 Bban 的卡好了。第三名送这个压一啊。那 Bban 的卡是很厉害的卡，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可以拆封吗？真的拆给你看啊。他送这个第三名就送那个鸭鸭，是光的鸭鸭。好，六点我就在那边等你，大概十分钟我就会走了，好不好？如果红，我怕红影不想拍照，合照只能合照，不能拍照只能合照，一张。这个，就不要贴图，我笑了，王嘉荣也太好笑了，是我都不想要必备的卡。你是有多不想要比别的卡告诉我。我觉得你很好笑，说拜托不要第二名，拜托千万不要第二名，鸭子会煎你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第三名的话要送那个鸭鸭，可是鸭鸭我先跟你讲，盒子有被我弄有点就是破掉，但就是它还是全新的，好好不好？你们这很坏欸，是不是送来家？那好，你可是有一点点坏掉哦。第三名送来，因为我就是觉得它有点破掉，所以我就说那没关系。巧巧呢，就把它当第三名送出去。欸，你们这很坏欸。因为第三名有点坏掉，所以想说你们是要逼死我吗？这种人会叫你们留那个文吗？找不到东西再送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今天要去参加演唱会，第四名得到演唱会的加油棒，可以吗？第四名演唱会的安抚加油棒，然后都不要，I'm not afraid to
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东西来送你们，怎么办？好啦，好送。签名照，真的，那如果第五名的话呢，就送，我觉得第四名最衰，送演唱会那个。第五名的送乔乔签名照啦，然后这种的，然后上面会标注你的名字，说吐什么的好不好？然后，那有红林和有红林和巧巧的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有巧巧跟姐姐的红林和巧巧的大同系列，有没有很想要？然后有巧巧单独照。哎、怎么会这样？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？不看一句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有点怪怪的。然后还有红林和巧巧的日常生活照，还有什么外拍照、早餐照、情侣照啊，打蛋的照片，这张很可爱哦。来，也是红林和巧巧。第五名好可爱，只有第五名不菜吗？而且我要跟若隐合照，为什么若隐照片不见？我若隐和维尼的合照呢？等我一下下哦。这个是和糖糖的合照，若隐的合照，还有最可爱的维尼合照。那个维尼合照呢？那个黄什么的，黄成伟穿什么，一定很想要，对不对？想要你跟维尼的像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五名呢，可以选其中一张啦。那我先介绍。我和红林的，我的，我和红林的生活照，这个是早餐照，这个很可爱，是打蛋的照片。真正和红林电玩照，有签名哦。这是我和若隐的照片，有点舍不得送你们哎，可恶。这是我和。维尼就不送好了，好啦，就是糖糖这个不行，这三张不行，若隐、糖糖和维尼不行，因为这是
因为维尼他也就是不知道以后还不会合作，所以我要收起来。那因为我和红玲拍很多照片，所以红玲和我的配送。好，那么明天新培也会去。那么我十五分来抽卡了，第五名真好，第五名只能抽一张啦，也只有一张而已嘛，好不好？第四名是送演唱会的这个加油棒，我和娜美有，明天啊，明天不知道娜美会去。然后第二名是送这个，第二名送这个 B 变的卡，第三名送有点破破的，但是是光有几张会签名。愤怒的老皮，我要那个，你确定你会载到吗？噔噔噔噔，那好热哦。第四名哭哭，有不？不错，好不好？是白金哎。好，十六分抽。你们想看一下吗？啊，其实还不错。哎，至少可以拿去卖钱，好不好？不要紧。一变百第五了，不行啊，都已经说好。哎，你们留好言了没有？抽掉怎么给？寄给你们啊！哦，花超多钱在对你们好了。如果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如果抽到你明天会去演唱会的话，我们明天约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在演唱会那边见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第二名抽谁？你抽这罐吗？看这罐饮料吗？是真骗子，只要不是第四名就好。第四名很衰。我觉得兜里可以啊，来吃饭啊，一起吃饭。不要韩国人多好。对啊，我多少次吃可以在这边吃吃便当的。是啊，是序号啊。背包包，你们都自己安排好讲位了，是不是？加码吃饭，你说。泡面吗？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，就寄给你啊。明明你也最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烂东西就装，你说怎么动作？烂东西说好，说好是什么烂东西吗？别唱梦很多，就不要想起我。你说这个不如一包面纸吗？一变好可怜。错过，
也找梦回路。好了，如果你有答对的话，再寄给你一点啊。想起我对了，嘉琪，哇，一下夹一下有没有？可能就是把这个膜拆掉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去卖。明天可能会做展展的台子，然后就在那个直升飞机，然后一梳，把这个拆掉，然后拆，然后马上对他崩溃。展展好可怜，压力已经很大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如果你中了，我就会寄给你，谢谢。我的寂寞多久？什么时候是这个段落？要抽奖了，要抽奖了！要抽奖了，抽完奖你就要睡觉了，可以吗？讲就要睡高高喽。一个圆圆的微笑，就是几声拥破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。我再重看一下。明明你也很爱我，被你又爱不到结果。什么我们要错过？耶！如果给他中的话，这世界没有天理。你们以后不要看我的台。想起我，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抱人呢？哦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先看看，得猜白纸。那些快乐多难的美好，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，才刚成。分以前都不算哦。明明你也最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能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不好意思，木吉友，看一下有谁。再看一下。新木吉友。是六星的，五星木吉友。很冷门。这是肥料区，他小，翻桌有没有？看到有人要翻桌了，人啊，真的没有人在场。
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动。现在去买乐透，哎，你们讲话蛮好笑的。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中啦，木鸡哦。我现在我又觉得没有没人中，好大方啊！这种人下次就给他吧，这太难了，实在太难了。没有人的话就抽到中啊。刚刚不算啊，木鸡有跟我鸡有差那么多，那水鸡有怎么办？不好看有没有人中啊？拜，今天再见。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。洪东升，哦，洪东升有中哦。太神啦，洪东升，太神啦，超猛的。那个是那个这个你们说的很讨厌的那个，我来看一下。这个人通灵来了。好猛哦他。还是各种的，洪东升打了进去的药就来了，快点啊，这么多耶，留言也太多了吧。截图是不是？你们也太现实了吧！立刻就说，那我先下线了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待会他机身哈，放手吧，好。啊，截图嘞，炮响也中了是不是？快点帮我截图啦！先忙。
也中了。这个不断封锁他，七星巧巧嘞。好，来看一下三星海兽、妲己、火乌、黑狗。有风蛇，没有美满记录，水屋，动物，对，装备，对，我自己检查一下，才能确保你大家都不能全部都靠你了。不容易。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。我能有多骄傲？不堪一击。没有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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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好啦，直接看截图好了。你就没中，你想怎样就没中啊。哎呦，洪东升有中哦。啊，那个嘞，浩翔有中吗？浩翔也麻烦截图一下好不好？OK， 都有账号。那我们是浩翔比较快，还是洪东升比较快啊？哪一个比较快？哪一个比较重啊？好，我先开网页，你等我一下下。明明你也最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愿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越长梦很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哎，可不可以帮忙标记我啊？帮忙标记我好不好？帮忙在。好像比较少。不然我找不到，不然我找不到。洪东升快一分钟，洪东升真的很运气很好。好啦，我恭喜洪东升得到45颗魔法石，那浩翔真的得到必备的这个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
这样子，那我们开到三十声就好了。我先看到的是浩翔，怎么办？到底是谁比较快嘞？对，直接给出比较快。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说，就是那个聪哥的他的那个，请大家封锁他，谢谢。请大家封锁他，谢谢。好了，最后帮小雨拉拉票。好，不要粉丝也可以的。这边帮小雨按个赞，拜托拜托，小雨想要得第一名，这样子他才可以去新加坡。早知道就不要中了。好啦，不然浩翔中了，中一张签名照好不好？我就写浩翔 ，OK 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开到这边了。那你们大家都记得封锁聪哥哦 ，See you。